咱来到这边啊，来看看啊，这边的法斗、灰太狸、小博美啊，还有一只最贵的约克夏，太吵了哈。这个法斗也不错啊，这个脸开的好看啊。这个法斗是叫蓝包金，知道吧？这叫蓝包金，公的，得有5个月左右了，纯种的法斗。这个法斗的脸好看啊，脸头版也好看。这个法斗不错，这个约克夏、灰太狸，这个灰太狸是小狗啊，也就4、5个月，应该是亮灰色的，这个是亮灰色的。给你咬，我不咬了，我就不怕你咬，光吼不咬，宠物狗都这样啊，多漂亮啊！这谁的？你的呗。来过来问人啥价行吗？这回来得啥价？4200。对呀。4200。那贵啊！你看是啥狗呀？那个1800。那个1800，哦，吓死我了！这个法妞呢？这个法妞也是四千。4000。那个法妞呢？那个2600。这2600。约克夏呢？约克夏5000。哎呦哎呦，还行。6800卖的，我这要的还是低的。那你这几个够一个卖一个车钱？养证的，那太贵了。4000、6000的，我咋给你谈价呀？那么贵。这多少钱？这个1200给你。1200给我，众人都说个接近老百姓的话了。公的，1200，嘿。那个1800也给我。这个太贵了，这个法妞。这个经常聊聊也能说。这个要多少钱？这个。这个2600。2600。800差不多。哎呦。8、900差不多。8、900你是买不住，真的。1000呢？1000也买不住。1000也买不住。那这个小灰太狸是公的母的？母的。母的。那个母的多少钱？最低价？最低价4000，那贵。我要买一个小狗崽子，也就1500左右呗。狗跟狗还不一样嘞，你这。狗跟狗不一样。这也是两回事嘞，我买小狗也是两回事嘞，得1500。你小狗不一定长成这个颜色，你小狗不一定长成这个颜色。你看这个猫呢，这个体型那么大就绣紧了，这个定型了呗是。猫这个颜色就定型。你买小狗，你不见得长成这种颜色。买小狗不一定能长成这种颜色。那行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知道一下价格了。这里边能捡漏的就这个狗和这个狗了。哎呦，1200，1200这个能谈谈价格，也就8、900差不多。行，咱今天先了解这里，我再去看看其他狗狗去吧。咱来到这边啊，咱看看这边的拉拉，金毛，品相一般。这德牧平常也不太好，嘴巴太尖了。小朋友，你知道这价格呗？知道。德牧啥价？这两个大的嘞？大的15张。大的15张，拉巴多啥价？拉巴多800。你那不上学去？不上了呗是？不上学了，从小当狗贩子。太贵了哈，咱也别问他了，也别给他谈价了啊。咱这边还有，哟，对面一个美女，大细长腿啊，漂亮啊，这个美女。看这个萨摩耶，这几个萨摩耶、哈瑞奇，这萨摩谁的？不知道，萨摩不知道价格，这萨摩不错啊。这哈瑞奇也可以。这老板不在这里啊。这老板不在这里啊，那咱去看看其他狗狗去啊。走，那边有个爸，过去看一下啊。咱来看看这个爸，哎，收胎白是？收胎了，哎，这几个恶爸啊，都啥价？还卖一个嘞？别换收胎了。十号收胎，真要呗？真要。便宜了吗？我找个最便宜的。最便宜的。你看哪个便宜过一个？我不给你要，不签了。哪个4800？这么多，4800的。我那天拿了个3800的，啥样了？3800的
这个啊、嗯、这个2000吧也不值呀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5000吧嘞。这个这鬼题腿上有毛色不好，立性还有个疤嘞。鹅八姐，这个你给我说最低多少钱？这个4800嘞。啥？4800？腿贵了这个。我说这个这不是那个，是这个最小的。3800。这一个。3800呗。2500能拿呗？啊？你想啥嘞？2500能拿，我拿一个。4个半月了。行吧。4个半月了。啥时候报头？啥时候报头？4个半月以后报到2岁了，1岁半。这是纯蓝色的哈，它要收胎了。这边这个啥价？这个不能。这个啥价？你啥时候给我说的？这个5800的。5800。5800。5800的3800行不？让2000块钱。让2000块钱，你不要这个，我干啥啥啥3000块钱？你要真让我3000，我只能给掏钱。你走吧，你走吧，快点。我走吧。你也买不成你的钱。谁说我买不成？我买了你好几个鹅巴了。3800差不多那个。那这个呢？这个2500能拿吧？2000也拿不住。他要收胎了，今天咱就先到这里。我估计这个3000以下能拿呗？你给我放。能拉，回来再找你拉吧。你也回家吧。今天先到这里哈，他也收胎了啊，剩下也没有多少好狗狗了啊，这边有几个，这边有柯基和法斗啊，老板也不在这里了，回来吧，回来在这再聊吧。这几个柯基，这两个柯基也不太好看，这个法牛还凑合吧，这法牛也可以。行，今天到这里吧，你看也没多少好狗狗了。明天接着逛狗市啊。